下面这个第一部分就是这个春秋史第一部分讲什么？讲这个经济。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农业素来是一个主要的生产部门，是吧？这个历代都如此，特别中国人，是吧？中国人这个，我们说清朝以前嘛，是吧？都以农业生产为主，而农业生产这个发展这个水平呢，我们说这个春秋跟这西周是差不多，差别不是太大，尤其在春秋前期，应该说跟西周大概差不了太多。那么当时这个我们说这个农业是比较原始的，是吧？因为主要我们说这个，我们说从这个农业这个生产，农业生产而言，是吧？它很重要的标记，看它是否这个先进不先进的，主要那么我们看这个生产工具。那么生产工具在春秋时期，我们说跟西周没有什么差别，就主要的我们说是它是应该说非金属工具，它既不是青铜的，也不是铁的，那是什么呢？主要是木头的工具、骨头的工具，作为这个主要是这个用在农业生产方面。所以这样我们就可想而知，这个农业是不会是很发达的，对吧？那么所以这个当时跟这个工具生产这个能力这个有关的，就是它这个经营方式，它怎么来经营这个农业。那么当时这个田制，我们从田制说起，当时的田制跟这个中国后来大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呢？就是当时还是采取了一种叫井田制，这个大家都熟悉，井田制是吧？井田，那么这个当时这个各个国家都没有例外，都是这个实行的井田制。那么这个井田制实际上应该说是西周的延续，因为周代也西周时候也是井田制，所以东周还是井田制。所以这个例如说《左传》上就讲这个楚国井俨无。说这个楚国当时有个种田，怎么种呢？说在这个就肥美的土地上的画这个井字，就是九格的，是吧？井字画的分成九个格子，方格的，是吧？这个井田，楚国的。郑国说当时这个郑国说田有风穴，如饮又舞，说在这个他这个田是吧？田上的都有那种这个是吧？这个田埂吧，是吧？就把田埂把这个田地就分开了，分成这个一块块，是吧？还有呢，说这个如井有五，这个土地不是分成一块一块的吗？九分法或者几分法啊？而且他们都是连接起来的，是吧？都是成这个这个有组织吧？用电的话，都是有组织的一片片，是吧？所以这个井田呢，就是在一块土地上分成不少的小块。由这个田间的这个田埂，还有就是这个放水的一些沟，引水或者放水是吧？因为这个田地里面是吧？这您说这个要下大雨，这个水多了也不行，这个田给淹了，所以你要开那些小的那些沟穴是吧？把那个水可以放掉是吧？在旱的时候是吧？你需要这个灌溉是吧？你又需要这个在田边有这小的沟是吧？把这个水引进来。所以当时这个井田上都有这套设施，是吧？有这种放水或者引水的这个沟穴，叫沟穴，是吧？那么井田当中，我们知道现在当中井田我们知道的不是太多，因为这个记载也很少。我只知道，例如说井田里面它有公田、有私田这个两部分。这个公田呢，主要就是什么呢？由大家集体来耕作。种完了以后，这个收成不归这个劳动者所得，而归什么？归这个国家政府或者归于这个贵族，他们所得。还有的私田，私田呢，就是说由这个劳动者种完了以后呢，他的收成归劳动者这个所得。那么在古代来说，它是这个大概是按照这个。平分的原则吧，是吧？大家种，大家的，这个就平摊。那么这个公田
由这个农民集体来耕种，是吧？全部收入当然不归于自己，归于这个国家。私田的收入就归这个农民，归到农民。那么这个无论是公田或者私田，是吧？都是由这个农民来耕种。农民怎么去耕作呢？跟后来也不一样。为什么呢？我前面不是说过，这个春秋早期时候，我们说这个农具还很原始，所以呢，当时这个农民来种田的时候，不能单靠自己不行，他要靠什么呢？靠集体的力量，就用现在话就是农业当中靠这个协作，就是大伙一起种，单个人不行，单个人因为呢，他这个力量太薄弱了，对吧？你要种好这块田。不可能，就是必须要靠大伙儿，大伙儿集体来干，所以这个当时就称之为叫做偶耕齐云，偶耕就是偶什么，是两个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当现在也不清楚这个偶耕到底怎么个种嘛，至少它是包括两个劳动力一起拿来或者工具怎么种，这天叫偶耕齐云，云是云田，云田就是今天的这个除草除地是吧？那么这个云里面也是这个不是一个人，就齐吧，一齐吧，对，那就是说很多人嘛，很多人在这个地里的这个除草，因为它都是一个协作，都是协作，就劳动协作，说明这个耕作方式还是比较这个原始吧，比较落后吧，所以这样当然也影响到这个土地这个利用，利用力的问题，所以当时有所谓这个叫原田，原什么意思？是换的意思。什么叫原田呢？就是这个田什么，种了一阵以后什么，因为古代我们知道，它一个是它的工具原始，第二个它不会施肥，不像后来会有各种施肥嘛，所以它这个地力，你种了庄稼以后什么？这个庄稼把那个的土地里面那个养分都吸收的差不多，所以他过一阵什么，他必须要让这块土地休息，就用现在话就休耕啊，休耕。所以这个在古代是非常普遍，因为不休耕不行，你不能像现在的农民，我们说这块地年年都可以种，甚至一年还可以种两季，是吧？古代不行，古代就是一块地，他种上一年或者两年或者三年以后，有最多三年。他必须要让这块土地什么，让它休息，让它长草，然后再过了几年以后，再回过头来再来种块土地，让其他的土地再休息，所以轮流的叫做轮休嘛，就这样话，轮休，所以就是原田，一般是要经过这个三年，现在人叫撂荒嘛，是吧？几年不种这块地，让它长草，叫撂荒。那这个在古代是这个非常普遍。普遍的一种这个农业经营的形式，它必须要这个休息，要这个让它休息。至于你这个地到底是种几年，那就根据土地性质不同，有的休息一年就可以，有的要休息两年，有的甚至要三年，有的甚至更长，要休息。像西周时候，我们现在知道大约知道的，一般它是一块地连续大概只能种三年，种了三年以后一休息要休息几年呢？五年甚至八年十年都不一定，要很长时间，到了后来我们说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它这个休息这个时间也越来越短越来越短，甚至到最后可以不休息，那么在这个春秋时候我们说它还是要休息，所以当时有所谓这个田它就分这个不同了，有这个不义之田，义就是这个现在这个容易的义，就换了不义之田，有意义之田，就是换一次的，换一年的，还有叫再义就是要换两三年的，是吧？所以这个当时还有时候这个田跟来的分别了，来就是这个现在这个就是草字头下面一个来去的来，是吧？来。这个来在古代的意思是什么？就长草的叫来，长庄稼的才叫田，
所以古人这个跟我们今天不一样，这个区分的很严格。你说是说是我这块是田，那就意味着什么？这一定是长庄稼的。我说这块叫来，那就意味着什么？这是不种田的，光长草的，长野草的，这个叫来。所以当时就有这个春秋时就有田来的区别，所以这个分给农民的时候，有时候分给他多少亩这个种庄稼的田，多少亩只长草的田。那么这个农民拿来这个，他可以就倒来休耕嘛，对不对？这两年就是说让这个地里面长草，过两年把这个草去掉了，我就种庄稼，让种庄稼的田里面再去长草，变成那个来，是吧？所以这倒来倒去啊，他为了就是要克服就是这个土地这个肥沃这个程度那个不够，是吧？所以这个当时这个发给农民的田，大概现在所知道的，一般是这个100亩或者200亩或者300亩，是吧？这些土地，但实际上因为他要休耕，所以实际上我们说农民拿到的，不管他200亩也好，300亩也好，他实际上种真正能耕种的，实际上还就是100亩，因为那另外的多了100亩或者200亩，他要供他这个倒了，是吧？倒休的。所以它实际上还是种满的，那么这个从这个《周礼》是吧？这部古书叫《周礼》的是吧？《周礼》里面就反映出来，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的时候，这个当时这个农民怎么样这个休耕的情况，是吧？所以这个就说明什么？到这个比较晚的时候是吧？大概这个农民就是慢慢的就是。这个就是说集体耕作越来越少，个体耕作越来越多，是吧？当然个体耕作这个增多，就表明着这个农业这个生产力这个水平提高了，它可以摆脱这个集体耕作，它可以个体来种，是吧？其实就土地就分成小块，100亩、200亩、300亩，是吧？所以这个到春秋中晚期大概就是开始这样实现这个分成小块，而不是像春秋早期那样大伙儿来这个耕种一块大田，是吧？就都是靠协作，后来协作是越来越少，靠这个就是个体耕种，应该说个体耕种是一种进步，对不对？那个集体耕种那是比较反映出它还是比较落后嘛，所以它不是集体耕种它不行。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早期的时候是吧，就国家或者政府是通过这个农民种公田来收这个农民的这种应该说这个劳役地主，对不对？你给他白干活吧，是吧？这个是劳役的。后来到了春秋后期这个出现的时候，出税亩，出就是这个刚开始了，就开始这个实现什么税亩制，就按照这个土地的面积来这个收取这个租税，那么收的是当时实物租税的，是吧？所以这样我们说，从这个劳役地主春秋时期，后来慢慢的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嘛，是吧？进步嘛，它就变成这个实物地主。那么这个农民在碰到这个有战争的时候，我们说农民这个负担，并不限于就是这个是吧？交这个实物地主了，是吧？他还要交其他的，还有一苛捐杂税，是吧？例如说。特别碰到，因为古代战争很多的，特别春秋时期是吧？啊，这个互相这个打仗，这个经常，所以呢，按照这个井田是吧，来向农民征收什么呢？征收这个粮食，因为打仗还需要粮食嘛。还有就是说锄就是马料啊，干草，因为这个打仗是吧，要马车，那么你这喂马要需要这个马料，所以这也是从这个农民的征收。有时候甚至还要向这个农民征收什么？征收这个牲口，啊，牛马，因为这都是这个战略物资吧，是吧？所以这个在当时来讲，就古人称之为军赋，啊，赋，就打仗的时候这个征收一种赋税啊，军赋。当这个在当时来讲是吧？我们说这个除了这个社会上除了这个农民以外是吧？还有就是这个。工商啊，工当然就是手工业啊，手工业工匠啊，商就是商人啊，做买卖。
那么不过这个我们是要说的这个工商是吧，跟这个后来的工商，中国后代工商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是这样，我们说在春秋以前，在春秋或者春秋以前是吧，我们说当时这个整个社会经济形态它还属于一种自给自足的这个叫自然经济，自然经济就是表明这个经济以这个农业为主，但是手工业当时不发达，它只是作为一个农业这个副业，农民那个副业而存在的啊。你这个农民可以在自己家里做个工具啊，做个什么用具是吧，那么他这种副业也是以这个交换为目的，不是以这个使用为目的，他就做这个东西，他我为了用，而不是为了说我拿去出卖去交换，不是是吧。所以这个我们就说明他这个性质，就这种经济就属于自然经济是吧，自给自足的是吧，也是说明这个经济不发达了是吧。那么但是这个社会上除了这个农民的这种这个微不足道的这种他自己这个家庭这个副业以外是吧，当然也还有社会上也还有着比较正经的这种手工业，比如说铸造铜器，做这个玉器，或者做这个建筑是吧等等，盖房子盖宫殿是吧，当然也有。但这种手工业者是吧，他是属于什么，不是属于这个民间，就属于这个国家的或者政府的是吧。所以这些手工业工匠是吧，或者商人都是由这个官府来供养的啊。所以这个你像我们现在看见这个商周时期是吧，我们这有许许多多铸造的非常好的这个青铜器是吧，那么这些青铜器应该说它都不是老百姓家里自己做的，它做不了，它只有这个官府的这个手工业工厂里面才能够铸造出这种这个青铜器是吧，或者玉器是吧，这个许多东西是吧。那么它的生产的目的同样是为了消费，而不是为了交换，可能交换出卖可能也会有一部分嘛，但那是少数的，多数的都是供这个君主或者供这个政府官府或者供这个贵族消费他使用的，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有商人，这个商人呢也是跟这个后来的商人不一样，他也是为官府需要而去做买卖，也就是他做买卖是为了是吧，他不是为了自己去发财致富是吧，而是为了什么，为了这个官府服务，服务于官府啊。所以这个当时这个国语上就说当时这个春秋时期工商食官啊，食就这个饮食的食了，食官那意思就是说，当时这个手工业工匠跟这个商人都是一种这个职务啊，而不是一种这个职业啊。所谓这个食官呢，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按照古人这个解释，就是官府啊给他饭吃，给他饭吃。所以实际上我们说这个春秋时期这个工商，实际上都是属于这个官工或者官商啊。跟这个后来这个有独立经济地位的这个手工业者啊，手工业作坊主或者商人是吧，那大不一样，大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周礼》里面就讲什么呢？讲这个当时这个有这个所谓这个谷田，谷就是商贾的谷啊。那个谷田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国家保留一部分土地是吧？这个就是把这份土地给这个手工业者或者商人，给他们，让他们的家属去耕种这块土地啊，然后收这个粮食来自己这个消费啊。所以可知这个当时这个春秋时工商是吧，他本人是靠这个官府这个就给他这个给他一点这个生活这个供给吧是吧，给他的粮食或者给他饭吃啊。他的家属就是说他这点就是国家给他的这点这个是吧，粮食或者是吃的东西是吧，
只够他一个人消费，他的家属还得要靠这个种田为生，是吧？所以可知这个时候的工商者都没有自己的一个经济，或者没有自己的财富，他们都是为官府而服务的，所以他就是官工官商，所以这个跟后代的这个私商私营的工商业手工业就大不一样。